你做完的这个资料哈，如果说你在那个这边做一个筛选器啊，假设我今天性别部分啊，这边有个筛选器的话，那你会发现呢，在图的地方哈，也会有个筛选器，也这个图部分哈，其实假设了哈，你那边有表上面有的，那这边就会有两边是联动的。哦，你俩这边也可以马上筛，就变成说有那个图出来，你也可以马上做变化。哦，两边是可以联动的哦。OK，那好处的话就是说你马上可以，不管男生女生有没有变化啊，哦，你可以看一下，按确定哦，女生是这样子，喜好的部分，在可能什么呢？广告设计部分哦，哎，年龄层最多的是31到45。那我们来看广告设计，如果男生的话，是不是一样呢？看起来好像就不是了哦，反而是年纪较轻的比较有兴趣，到年纪大了就没兴趣了。OK，所以可能还是可以利用那个不同年龄，就是说那个报表筛选器部分的话哦，你可以怎么样，再把它切到图，哎，所以你会发现表跟图哦，两边是可以互相切来切去，两边是可以联动的哦，也就是你的前面资料变动，后面的资料也会跟着变动，两边是可以互相联动的哦。这第一个哈，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把那个报表筛选器这边移除掉，哦，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哦，就是各位可以看到，如果你之前有做过那个筛选，有没有？它好像这边会呈现漏斗状，哦，这个漏斗状意思说，哎，你这边有做过筛选哦，可是你还没有把它删除掉那个筛选，所以它也会帮你记得哦。那你怎么办？如果你要把它移除啊，记得哦，如果把它，你要把这个栏位哈，你再拖到报表筛选啊，记得就是把这个漏斗怎么样，把它恢复成原来的全部，好，然后按确定之后，这个漏斗自然就会不见了。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在你的那个什么，你的那个上方的栏位哈，只要有漏斗的话啊，记得哈，你就是再把它恢复回来好了，不然的话它变成说它只会呈现那个就是你有筛选过的那个条件啊，移除的话就是。它这边没有移除筛选的，变成说你可能要把它勾全部，我按确定，那这个筛选就会消失了哦。可是特别注意哦，它里面，也就是你做筛选之后，它就帮你记得了，啊，除非说你要手动再把它拿掉，这个可能是枢纽分析表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常常都忘记，然后哎奇怪资料怎么少掉很多啊？原来我忘了把筛选移除掉，OK，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如果哦你是2010以后的版本的话，那当然你还有个比较新的功能叫交叉，那个交叉分析筛选器，哦，这个名称好长哦。OK，好，那如果说我今天一样呢，要知道说性别，还有就是什么学历，还有收入，哎，这三个跟这些有没有关系？那我怎么样插入一个交叉分析筛选器哈，然后性别打勾。再来的话还有什么呢？学历打勾，教育程度，再来的话月收入打勾，哦，这三个。那不过它也会呈现出三个面板，那我们可以按确定。那这三个面板哦一样了哦，就早上有讲过类似的，那我们可以什么移动到比较适当的位置，哦，然后呢把它稍微调小，我的习惯是刚才上下好了，把它调小。这个把它拉到下方，然后把它也是这样把它调小一点点，并且呢，再把它的那个颜色稍微做个变更。哦，那布景主题的话，你可以再把它调一下。如果它颜色数并不是算太多，就把它移除一下。啊，月收入啊，放这边。这个颜色换一个。OK，那这边的话，这个换一个。OK，好。那我们如果说要分析刚刚哦，其实你会发现它功能基本上好像。差不多哎，甚至是一样的东西。好处是说那个面板哦，你当然比较看得到，比较好点啊。那如果报表筛选变成你要点的话，可能要再到里面去点选它哈。那如果说我今天呢要针对什么呢？男女，所以一样嘛，点男他就点女生就女生的报表，点男生就男生的报表。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是用图会看得比较清楚的哈，所以这个地方。但我们数字部分切换哦啊，如果要移除那个筛选，刚刚要进到里面，再把它点全部。不过呢，在那个
交叉分析筛选器里面的话，直接就按下它，就移除掉了哈。那再来的话，如果是什么女性，而且大专以上女性，而且大专以上的话，就是按点一下大专，然后再按 Ctrl 键。好，早上有讲过，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怎么样，把那个女生，而且是大专程度的，帮你得到结果，那你的报表就出现了。OK， 好，你就可以把这个资料看抠到别的地方去做其他处理。OK，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你如果说还要什么呢？大专以上，而且月收入是30000以上，好啊，性别就把它移除掉。30000以上这个加上50000以上，按 Ctrl 键。哦，这样的话呢，又产生我要的结果哈。所以这个114页里面这个几个条件了，反正我们刚刚主要演示两种方法，一个是如果你是2010以前的版本，那你可以用那个报表筛选，但如果你是新版的话，我觉得好像这个面板用起来还是比较直觉一点。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这个交叉这个分析器。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呢，后面当然有一些解说哈。那这一题大概就差不多了啊。其他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要把这个面板删掉，我早上也讲过了，其实就选它按 delete 就可以了啊。如果你这个不要分析了，但是你要删除它之前啊，记得也是一样，你要把那个什么筛选记得先把它擦掉。如果你不把它擦掉，它一样会记得你刚刚筛选的。所以之前也是一样啊，都忘记就把它删掉，删掉它又把它记得，所以你呈现出来的资料是筛选过的所以不要忘记说，如果你关掉，一定要把这个恢复如果没有恢复，以后资料就会变成少了很多啊，最后再把它删掉这样的话，又恢复正常了。OK， 大概是这样子。这里面主要就是，如果你要针对你要分析的资料，再去进阶的再去找到细部的深入的那些这个原因你再去做分析的话，那你可以再针对其他栏位利用刚刚讲的交叉分析筛选器去做后续的那个筛选。 OK， 那再来的话待会这一题我想应该就差不多了。 OK， 那我们后面还有一题，这个难度可能又会更高一些些，OK， 慢慢的嘛反正多增加一点点嘛那这一题的话呢，当然我们就先 ending 一样把它关掉，把它 save 一下储存，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再开启什么呢？开启我们的范例档案里面的这个范例档里面的那个叫PC 硬体零件的销货系统分析把它打开。这边的话会有12道问题，这个12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老板给你一些资料，他会希望说你帮我把这里面的资料告诉我这12个答案那这个12个答案请你给我报表那我要在今天下班以前看到OK， 类似像这样的那你就要赶快把它弄出来最好你帮我把那个图也给弄画出来，我喜欢看图，我不喜欢看表。OK， 那你就要想办法把那个东西给变出来而且是要老板要的你不要给一个错误的东西那其实就是反正你有对应，说真的如果你会的话真的很简单，两下子的问题你这种都很直觉的，你要什么就给什么。所以里面的话呢，我们第一个可能还是要先解决前面讲过的一样的问题，就是那个资料正规化问题。那这个资料里面特别注意如果你打开之后，请你切到12问前面这几个一直往前这些就是资料库里面来的。那以前的资料库都是关联式资料库，那所谓的关联式资料库就是它的资料一定不会存在同一个总表，那不是存在同一个总表的话，那你将来要做枢纽分析表就会有问题。所以怎么办？你就变成说要把那些资料再查到那个总表里面去所以一样就是资料库的资料倒进来之后，那我要怎么样把后面的资料分别完成，所以
后面的话，代啊、各位请大家是稍微看一下，里面的话，第一个有个代号档，对不对啊？代号档里面的话，就是让你可以针对县市去查到县市名称。那这个就关联式资料库，因为资料库里面存放的永远都是代号，永远都是编号。哦，为什么要减少空间嘛？不然你放一堆那个名称这么长一串，说真的太浪费空间了啊、哦。那不怎么办呢？所以以后你拿到的资料都是代号，那你就要想办法把它恢复，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做枢纽分析啊、哦。那第二个就是那个部门代号，哎，部门代号这些，再来就是分类代号。哦，这个分类代号应该是有点像他的产品，这家公司卖的，所以这个是 PC 硬体的公司，他卖的哪些产品，包含就是什么汇油牌、记忆体啊、哦，记忆体应该知道 RAM 哈、哦，然后显示卡跟主机板，还有相关的周边哦。那前面是代号啊，第二个是员工，哎，员工里面，不过员工里面各位可以看到黄色区域就是你要把它查出来的，部门名称没有。意思就是说请你把它找到，诶，部门名称在哪里，那我可以用什么方式查呢，啊，刚好前面有个部门代号，所以你可以根据部门代号把它查出来。不过请各位注意啊，这一题一样用名称哦，好，我们用名称好了，记得哦，名称应该有，我们已经每一题都有用了，所以你就顺着用下来哦。那怎么样哦，可以把这个部门名查出来，一样嘛，你可以把那个部门的代号部分啊，先把这个范围先建一个名称，输入一个，这个叫什么，叫部门好了、哦、或者是什么，哎，不特别注意、哦、啊，待会请各位先注意一件事，公司里面的名称管理员他已经有放一些东西了，所以请各位、哦、干脆先全部砍掉好了，我们全部重建好了，不然的话有些有，有些没有，我怕你到时候混乱，干脆怎么样，请你先第一步、哦，先到名称管理员里面，先把里面的名称全部删掉，我们待会重建好了、哦、会比较清楚，不然的话有些有，有些没有、哦、啊，我就重新来过、哦、那待会请各位呢，就是第一步名称管理员里面全部删光光，第二步的话呢，分别查员工的部门名称、客户的县市名称、商品的分类名称、哦、然后再来就是销货单头，这个有一二三四个栏位、哦、啊，再来就是主档、哦、所以就是一二三四分别再往前推进，那怎么样可以把那个资料主档把它完成、哦、完成之后呢才有办法做后面的十二问啊，十二问其实就是利用枢纽分析表就把答案找到就对了、哦、OK 大概是这样的、哦、所以这部分请各位先试着了解一下 这一题的概念、哦，那我们待会就分别把这个资料主档需要的资料带过来啊，并且把那个枢纽分析表里面要的答案给做出来啊，十二个问题，这十二个问题也蛮应该可以理解哈、啊。这个公司全年的营业额应该是多少？各县市的营业额是多少？啊，各县市各部门的营业额，啊，还有什么各部门各产品的？这个业绩总额、哦、然后把栏跟列对掉、哦、看一下结果，那各类的产品销货的笔数、哦、这边是笔数、哦哦、不是这个加总的金额、加总的总额、哦、所以可能要改一下、哦、那诸如此类的、哦、请各位就是先了解一下、啊、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一题该怎么做、哦。